testing. Hello， 猫鱼。咁早啊，猫鱼，点解你可以咁快入咗嚟嘅？我未开台啊。本咧，我话冇谂住今日会开台嘅。不过头先我自己玩一下呢个 PS4 呢一只 game， 玩一玩一下，我觉得，我好似捉到啲窍门啦。跟住，我都系开一开算啦，因为我想再玩一玩。呢只 game 就系之前同 Andy 一齐玩嘅电单车啦。咁啊，阿 Andy 咧就即系喺嗰一次玩完之后，佢自己秘密练功。咁我因為唔係好得閒，所以冇乜點玩。因為今日得閒咧，我玩一玩，跟住發覺裝就話幾好玩，所以依家咧我就會入嚟咧破 Andy 記錄。係因為佢呢只 game 咧就有一個評分呢個叫做咩咧積分系統啦，咁就可以鬥快嘅同你啲朋友，咁你就可以顯示。即係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速度是幾多啊，排名是幾多啊，甚至可以看他哋點玩都得嘅。Hello 啊 ，KY 潘，係啦，咁我就今日玩到捉到個竅門之後咧，我就逐個去破 Andy 嘅記錄。係啊，呢個係頭先第二關，咁我一路破落去，咁啊 Andy 嘅記錄已經俾我破曬啊！我都同阿 Andy 講話，你都快啲玩啦！咁啊，大家一齊互破，你又破下我，我又破下你，咁我哋好快就可以上到世界第一噶啦！Hello 12 13 21 123，好耐冇見，咁我就破曬 Andy 啲記錄，Andy 已經俾我破曬啦，啊呢一關啫，係啦，咁我依家就會開台繼續玩落去，咁我一路破，依家去到第三啦 ，Hello 李俊義。睇下我破到邊度先。其實我自己單機呢一個我都未玩嘅，所以依家一路玩新關嘅時候咧，咁我就一路破 Andy 記錄咁樣啦。你又破下我，我又破下你，咩對話內容？咪兩個好基友咯，好熱血嘅一個對話內容。大家互破好啦，嚟啦，跟住到呢一關。啊、不過講明先啊，呢只 game 就上次開台玩咧，即係你哋睇都有啲悶嘅，因為我純粹係想自己玩嘅時候啊，咁啊順便開埋台啦、所以咧咁就你哋都可以同我傾下偈，可能你哋會覺得比較悶。Hello EA。点解咁飘嘅？正唔正常？哇 ！Andy 快过我啊，边度？我会俾 Andy 快过我嘅。上唔到去啊！搞错啊！哎呀，初嗰个位唔错噶，一个花式都唔做啊，因为玩熟咗先。如果连条赛道都未熟就做花式咧，咁啊好容易会拖沉。哦，啱啱嗰度系有喷射嘅，唔系知会咁。Andy 在后面追赶紧我，哇！
得滯咧咁樣？OK 嚇嚇，撳到嗰嚿嘢，跟住咧，跟住就輸咗啦。哎呀，啱啱嗰位唔夠快。啊！彈完都係冇用，得啦，又再嚟個。Hello Henry。係啊，除咗我要打贏 Andy 之外咧，咁就要打贏埋 Alan 都喺度，即係你都會見到 Alan， 所以我一定要打贏佢兩個。呢一下我應該可以戳到佢飛得遠啲啊！不過做唔到。喂喂喂！哇！飛太高啦呢、這個，哎呀，直接屁股著地，前碌離地係咪會快啲啊？你可以咁講嘅，某啲情況底下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可以做到淨係用個後碌喎，點解得我一個落底嘅？hello 啊，姐姐 check， 靚啊呢下！哎呀，咁靓做到嗰一下，利用佢弹嗰一下，佢帮我向前啊！哎呀，做到啦，点知最后后面落地衰咗。哇！插住咗我停卡车，你睇，黐线嘅，点解可以咁样插嘅？插住嘅。hello 啊 ，Clocky 咧，古巨基个广告好快。因为我装个 AD block， 我由第一日开始睇 Twitch 咧，我都未试过有广告呢样嘢。哎呀，唔得啊！今次头先做到嗰下抛离晒佢哋噶。过唔过到嗰条友啊？过唔到啊！我虽然系赢咗 Alan 同埋 Andy 啊，但我过唔到啊！哎呀，算啦，我嘅目标系 Andy 同埋 Alan 啫，其他人系啦，系啦，差少少啊，差0.03秒，咁我就过埋嗰个人噶啦。嗰、那個唔知係邊個咧，唔知幾時 hack 佢。咁我話快 Andy 秒幾 ，yes， 嗰啲成功，過佢兩個就得㗎啦。睇下先，哇！佢呢一關得翻三個人玩啫喎，睇嚟我啲好友就係玩到呢度㗎咯。OK， 冇問題。總之就係 Alan 同 Andy。美著地又破 Andy 係啊！我而家要將
Andy 佢嗰啲處女記錄全部破曬佢啦。係啊，唔得呢下輸硬。啊！點解我唔夠力嘅？佢哋個個都夠力，係得我唔夠力嘅喎。嗱，嚟啦嚟啦，輸錢啊，紅錢啊，好大機會。哎呀，前面做得咁好，赢硬噶啦，基本上估唔到衰收尾啊，都留留意啦，应该。嗰个人好劲，追得好甜。哎。暫時我嘅對手係得佢嘅啫喎，好似好啦 ，Andy 同埋 Alan 都一開頭已經俾我拋嚟咗啦。啊，上都上唔到啊，陰公！第一下挫咗啊，一定唔得。唉，呢度壓招啊！喂，這個位置為什麼會這樣的？剛才我都不會有事的。喂，為什麼？為什麼？玩得太後面，然後前面這些位置忘記了。喂，做什麼事啊？等一下，由頭來過先。有什麼？喂，這裡，這裡飛太高了。如果加速唔到衝過去最後呢個位咧，咁啊輸緊。頭先點玩㗎？點解我一開始冇呢個問題出現？慢了很多了，可能輸給 Alan 添。等我看看一開始我這裡有什麼問題。沒理由的，初初來玩這一關的時候，我在這個位置已經拋離了他們了，為什麼現在會反而過不了？一開始這個應該要慢慢來。是啦，靚啦，是這樣啦。其實只要一開頭那個位置靚的話，差點可以超越埋這條牛仔。好衰啊。做乜鬼啊！頭先我個 mon 無啦閃咗一下，少少咁俾友上噶。我係想一開頭我就已經要超越佢哋。哎呀，唔得啦，唔啱啊！一開始唔可以跳，係啦，跟住呢一個就要。應該是一開頭這個可以跳，跟住這個不跳得。
我話點解咁慢嘅咧？你話一定要穩陣上到去啊，實得嘅，但係唔夠快啊嘛，你睇下，唔夠快啊，真係。等我諗下呢個位一定，我要試咗一開頭呢度先，一個慢傳嘅方法。如果唔係後面再死咧，好難。用第一個跳過去第二個，係啊，應該係嘅。最緊要係第一個直跳去第二個，跟住就啊，係啊，啱啱好快嗰一下係用呢一個，佢穿過去，哎呀，差少少。係啦，只要我可以咁樣一次我跳過第二個咧，跟住可以直衝落去第三個。落地落得样衰，一开头又快都冇用，即刻俾人追翻。喂 ，Andy， 原来啱啱喺咁近，OK 啦，系啦，第一个要小心啲。得喎，差少少，都係唔靚，緊要直衝先。咩做咩啊？咩做咩啊？啊，呢个就完美啦！喂，点解嗰条？喂，点解？哇，我哇，哎呀，点解一开头咁完美，但系会俾人咁样过到嘅？冇剝喺度喎，有人洗板我都做唔到啲咩喎。等啊，如果佢再洗嘅話，我就轉台 ban 佢啦。因為我自己玩 PS 嘅時候咧，我係要個 mon 轉咗去嗰一邊，咁我就唔喺電腦嗰度。佢再洗我又 ban 佢。哎呀，哎，冇转 game title 啊？系咩？咁大镬？喂，咁呢个真系要即刻搞搞佢啦！我记得头先有转噶喎。
如果唔係，就一陣啲鬼佬又落嚟㗎。有啊，有轉啊，鮑魚有轉啊，啱啊。那個 mon 如果黑得滯咧，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校到？因為我而家就咁睇咧，好鬼黑喎！你哋係唔係噶？你哋有冇辦法可以自己就咁校光呢個畫面啊？因為你睇到咁黑嘅話，我諗你哋會即係本身都已經悶噶啦，咁黑啊難睇啲添。够高啊！呢下可能你太早入嚟啊，咁应该系啦。我头先都未开我见到你啦。难玩嘅咩呢关？照過一過先，我睇下前面嗰啲路難唔難。焗我而家，喂，做乜鬼？點解我會唔夠力㗎？而家每次都係呢個位衰。照試試嗰個後面嗰個位度要點上啲。哇！哇！我撩到冇力，點解會咁樣嘅？好奇怪喎、啊！通常咧，我啱啱一路玩，我見到嘅就係佢哋上唔到嗰啲位，我上得好大力噶喎。跟住之後啊，佢哋明明正正常常上嘅位咧，我話屙尿都冇力咁樣。點解嘅咧？嗬？哎，唉，靚啊！落啲落啲落啲，喂 ，OK OK， 我上啊，又系呢个位啊，破得多冇力啊，系啊，可能系啊，啱啱我已经破咗十几廿关噶啦，破 Andy。我 Andy 十幾廿次，我依家可能冇乜力。哎呀，後勁乜計呢度真係，前面靚啊，跟住落地又唔得。系咪用架车唔同啊？应该唔系啊，我呢架车已经算劲噶咯，第二架咯，我呢架车系。点解你要车尾 high 一嘢？啊，你系车尾唔 high 嘅话就冇问题。
太慢啦，啱啱嗰啲位。我都仲系未掌握到呢一下必定过到去嘅技巧。其实如果我前面呢个位只要一衰咗嘅话，咁就一定唔使超越佢哋嘅。咁你都可以翻车。又做到好靓嘅呢一下。我真系即刻，哎呀，呢下有机会噶啦！冇力啦呢下，技术嗰一度先。好啦，依家初头呢个位置都唔系咁好。现充日个台好少人，自从 Andy 走咗之后，佢已经带走咗一部分嘅观众。佢再加上呢只 game 又唔好睇。習慣一下啦，係冇乜人㗎啦依家。同埋而家我自己開台都唔係好定時嘅，真係。應該係話開嘅次數少咗呢排。哇，咁你都可以 ？Andy 咁大影響你，梗係啦。因為 Andy 而家密謀緊，佢準備開台啦嘛，咁梗係要攞走一部分觀眾啲。咁佢一開台嘅時候就可以確保有一班，已經有一班觀眾喺度。走咗去邊啊 ？Andy 自己開台咯，自立門户啦佢依家。係啊，佢遲啲會砌一部好勁嘅機添啊！希望佢網絡 OK 啦，如果唔係咁勁嘅機咧，都未必可以開到高清。我都想睇多啲高清嘅嘢。又係呢個位置上唔到。我玩這隻遊戲呢只 game 咧，都系想同大家一路傾下偈嘅，因為你哋睇真系可能會，哇！呢下唔得，唔係住喺唐樓嘅話，就係錢嘅問題。香港寬頻好似真係貴得好誇張。如果你要用啲好啲嘅，好啲嘅 plan， 哇呢個位唔得啊！如果直接飛過去，冇喺嗰個平台加速咧，咁樣鏟落嚟一定減慢咗好多速度。
喺嗰度上少少用嚟加速先得，可以直接跳過個平台。哎，有冇搞錯啊？啊，呢下原本可能有機會噶啦，嗰度原來係水嚟噶，我仲諗住減慢少少冇問題，應該可以唔使翻車。真的不可以太急，啊，背脊好痛。Hello， 哎，那位要特登減速啊！玩具節有冇數下暴龍機買啊？你想買哪代啊？做乜突然間會想買嘅？你想養翻啊？定係想即係趁佢而家數下暴龍準備又再？有得再做，再出呢一個劇場版，嗰個係咪叫劇場版嘅？又懷舊下咯。這個位點解會咁？Hey, hello, JJ167 Hello, Felix。 我好老背脊痛，我唔係啊，我講緊我裏面個角色啊，啱啱背脊落地啊嘛。唔得，你都慢到啊！做乜卡咁耐啊？因為難玩咯。我話想超越佢哋喎，成日都係嗰個位置快得滯咧，又會得啦啩咁似 ，OK。哎呀，又是這個位置啊，去到船頭那裡這樣就反了艇。原本以為出新一季，怎知變了做劇場版，好失望。我也是啊，我還想著可以即又過回以前 小學生活這樣，日日放學咧就可以翻去等住睇數碼暴龍，唔得。
原本以為出劇場版，點知係出咗新一季。阿龍珠佢係有新嘢嘅咩？佢嗰個唔係重製噶。我開始熟啲啦，咁啊，餐船都標只係過 Alan 同 Andy 嘅咋。喂呀，你過到嚟點解你都要啊？我仲好記得以前小學生，即係睇呢個數碼暴龍嗰陣咧。你一套節目完咗，佢咪會有一個位話俾你聽，下一套做啲咩嘅，即係類似咩？跟住落嚟請收睇，其實數碼暴龍，我好記得嗰個人嗰一下。啊！呢架船係咪有問題啊？究竟點解我會過咗個船頭，跟住船尾又會反轉？就嚟完殿之後翻山，海賊王係咁樣咩？知佢哋玩嘅時候，究竟試咗幾多次先完咧呢一關？過到初一過唔到手，我只要不做任何嘢，系啦，斋加速就 O K 嘅，咁我就唔会跳过咗个平台，几神奇。想唔想到？我會唔會咁樣今日開台又淨係齋玩呢一度啊？
样衰添，仲谂住开台俾大家睇我点样自破 Andy。我依家有冇破咗一关啊？好似未喎，呢个就系我一开头嗰度嚟嘅。我要叫 Andy 唔好睇 replay 先得。唔好啊！过咗噶啦，点解你要咁样啊？快過埋嗰條友仔添。乖乖乖乖乖。太高啦。Hello， 永远支持银魂啊！我好几套动画我都好想睇啊，不过冇时间睇。妖精的尾巴啊，叫妖精的尾巴，好似系。跟住海贼王啊，火影啊嗰啲我都想睇翻。OK， 想唔到嗰条嘢喎，咁又Andy 冇啦，佢今日佢约咗女女啊，玩到夜晚十点先翻嚟啊，佢话冇十点佢都唔会蒲头。唉，食屎啊！我就系有机会添，我见到 Andy 都喺我后面啦。不过算啦 ，Alan 都已经冲咗出嚟。妖精的旋律我都有睇啊，我觉得几好睇噶。翻嚟唔使急嘅，系啊，急咪几好。哇！啱啱嗰度靓到啊，由头带到落尾噶啦，都系呢个位衰啊，未玩开嗰个位。好，依家我技术开始渐渐成熟啦，前面呢啲位咧都可以抛离佢哋噶啦。而家系差后面啫，只要后面都搞掂咁就乜达到啊！上啊！成功密码。唉。Hey，hello，welcome。睇
錯咗啦，興奮得滯錯咗樣嘢，一錯咁啊超過咗個平衡。Oh yeah. Yeah. 但係冇問題。赢咗啦！咁突然嘅，哇！终于赢咗啦！哇，好似打爆机咁样啊！我觉得我已经打爆机啦，我系咪赢埋好劲嗰条友啊？我赢埋佢啊！哇！哇！诶，点解我多佢哋咁多秒嘅，快佢哋咁多秒嘅？哇！终于搞掂咗啦！第六万几位咋都系。我哋一齊嚟睇下究竟最高位最高第一名嗰個係點玩法嘅先。哇，好開心！我哋睇下先啊，第一名嗰個人究竟係點玩嘅先？一齊嚟睇下啲高手，真正嘅高手，33秒，快過幾多啊？快我10几秒喎！抖 M 都唔識，你同學係讀藝讀嚟啦！哇，黑曬喎，高手！嗱，一開頭呢度同我差唔多啦，都係咁玩啫。佢只不過係行雲流水咁樣啫嘛，跟住做曬呢一個花式。哇！呢度佢失手嘅，差啲。芝麻筋嘅，咦？點樣先可以做到咁樣嘅咧？真係行雲流水咁樣嘅喎，係彈下，好似架車咧，唔使點落地咁樣。你睇，係咁度擰下嘅喎架車。跟住仲可以輕輕鬆鬆做花式，呢度真係佢呢下差啲嘅失手。我睇下，我睇清楚啲高手有咩嘢可以學習先。人哋半空打轉嗰陣，挫前咗架車兩下。黐線啊！呢下真係，哇！好誇張，前滾翻係咪飛得遠？應該是啊，我見啲高手一定係會做花式嘅，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好下一關啦，我又破咗 Andy 一次啦。嚇、啊！呢一關冇人玩過啊！唔會啩？咁奇怪？Andy 話玩了很多關的喎，真係打爆機啦！我諗佢哋都應該係用咗成個下晝咧，玩了很久才過到嗰關。哦，呢個係用嚟玩花式嘅。做咩？佢叫我做啲咩？
咁邊個就係飛個人出嚟啊？Use the tunnel to practice the new and amazing FMX. Rotate your bike and legs to the right and go to hold them. Try pulling off the track and see all the display. 點樣可以飛只腳出去啊？唔好咁啦。點玩噶？點解我只腳唔可以飛出去嘅？佢都冇教我。Space Shift， 我用緊 PS4 玩喎。等等啊！我有個光。冇信號啊，大佬！我係傻咗啊！冇咗畫面喎，做咩事啊？喂，唔好行我啊！我把聲好似思君，哇！好耐冇人咁樣講過咯，之前都有人講過，但我一啲都唔覺喎。思君係個肥仔啊嘛，個肥仔把聲係即係再高音啲，同埋再肥仔啲嘅喎，似咩？我覺得唔係好似啊。零零出嚟又攞獎啦！做啊！唔怪之冇人玩過啦，原來呢度會卡嘅。點解可以揈只腳出嚟咧？唔夠高，即係我高音啲咁就會變絲軍把聲。啊，唔係喎，你絲軍係講緊係農夫嗰個絲軍啦，定係咩啊？好似有人講係好似有另外一個絲軍，係咪啊？應該唔係講緊。做啲咩啊？究竟？喂，頭先，我揈咗我只腳，點做噶？係農夫嗰、那個。喂，哇！點做噶？就咁挫下挫下就 OK 噶啦。點做啊？咁樣要 hold 某個 angle， 即係等陣先，我再睇多次佢講咩先。大家一齊幫手睇下，我英文好差。佢話 hold 咩 for a second？ 我 hold 咗咯，我已經 hold 咗喺一個 angle。黐線，哇！可以扭到咁樣噶，黐孖筋噶，
黐線噶。哦，終於識啦！哇，好型啊！呼 ，Yeah，See me fly，I'm flying the sky。跟住咧，雪藤命喎呢招佢。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得啦啩 ，Kiss of Death， 呢招好靓。喂，我咪做咗咯，点解唔得嘅？啊，我咪做咗咯。OK 啦 ，OK 啦，最後一個啦，好，佢嚟啦，點樣啊？呢個要點做啊？點樣上下摁架車啊？哇！哦，哇，幾型啊！原來可以咁樣做花式啊！等一陣我玩普通關嘅時候，我做花式玩，超型！即刻過咗。唔係啩？要由頭嚟過啊！唉，食屎啊！我咁 retry 佢，竟然要我由头嚟过，啊！搞错啊！黐孖筋啊！呢个动作真系～哇！可以咁樣扭埋過去添啊！喂，我咪做咗咯。喂，昨晚大家有冇睇女排啊？有冇睇嗰個唔知咩世界錦標賽啊？世界咩賽啊？我覺得好好睇喎，我自己幾中意睇女排。呢個我識。實戰贏了美帝激死人，你喜歡美國那隊的嗎？不要按錯掣了。哎呀，不可以在平地做掣。
喂喂喂，啊，我赢咗，哇，得啦得啦，正啊！我而家学识个花式啦，之前都未试过玩啊，依家 OK 啦，我识啦。每得一分就 let it go 啊，系喎，我都觉得好烦喎，一有人攞分咧，就喺度 let it go，let it go， 真系烦到爆炸。之前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啊，琴晚之后我就对佢有少少反感，破咗 Andy 啊又。哎，等阵先睇下后边呢关 Andy 有冇玩啊？有喎，哇 Andy 真系玩咗好多关啊！你继续破 Andy 啊！哎 ，Hello 啊秋间，好耐冇见啊秋间。琴日我见到你系咪喺度玩 AOC 啊？但你冇參與啊？喺阿 West 個台嗰度。等先。哦，佢依家啲關開始係玩花式喎。口罩下面仲有條路嘅啫。哎呀！哎呀，差少少咋，差少少到終點啊！要分析哇22呢，哇哇，我直接已经破了，仲要破得好多添，哇 sorry， 本身我的实力都有翻咁上下啦，已经超过了他们很多分，下关正顺畅啦，依家可以不断破 Andy 啦。Fox Bat， 我啱啱系用呢一架嘅咩 ？Offers fantastic in air control and relaxed suspension。哇！哎呀，点解 not available， not allowed 嘅？我头先系一路用开呢一架噶嘛，睇下先啦。呢一架应该系玩花式专用，过咗终点但系死咗啊，冇所谓嘅。佢个人最后一定系死嘅。我呢只 game 嗰个制作人咧，可能有少少痴痴地先嘅。即系你前面玩得几靓都好啦，后面都系一嘢撞落去死嘅。玩咩噶呢一关？唔知呢关系玩咩喎 ？Arrive last and perform tricks to keep you 乜乜 and high level。哇！后边呢啲系花式嘅成分多啲。
哇，咁样你都撞啊？搞错。哎呀，唔得啊！呢度唔应该做噶，白痴咗啲，我唔应该做嗰个动作。哎呀，差少少，差少少。喂 ，Yuna， hello 啊，好耐冇见啊 ，Yuna， 你系咪都系依家开始玩翻呢个白猫啦？做住功课睇我台，点解要做功课嘅？做花式應該是其次的，其實我不用真的做得那麼誇張，你就招了，卡在這裡。因為學校是不會被人放過開心的假期，我都是以距離為主先，花式嗰啲真係有啲空閒嘅時候先做。啊！太淺啦！哇！咁都冇事，咁都冇事。暑期作業喎，好耐冇聽過呢樣嘢。我試下唔好亂做。啲動作先，哎呀！喂喂喂，咩事啊？頭先嗰一下，避震幫我減埋啲速度。系呢一下会难嘅，整啲 3D 嘢再拍片啊，好似好正。其实你系想听多啲啊？听咩？哎呀哎呀，啱啱可能冇事喎。
個 energy 都唔會點扣啫，根本都唔使做花式嘅，呃鬼我。唔好玩咁多花神嘢。除非係呢啲好明顯可以玩得嘅地方先玩。你哋睇會唔會黑到爆炸？記住，如果真係太黑咧，自己開翻啲教加埋嘅嘢。Design， 你哋都係 design 嘅咩？我都不太適合做這個花式，但是不如可以玩得有趣一點。喂，不是這樣你都上不到去啊，我會爆炸的，車沒曬那些 energy。哎呀，夠贏 Andy 未啊？等我睇下先，夠贏就算啦。我目標係贏 Andy 嘅咋。哇，差好遠喎 ，Andy。定系用第二架车会好啲咧？我等一阵试下先。试完呢一架，我转另外嗰架四个辘嘅。哇，咁样打落关斗，睇到都觉得痛。那個位置要怎麼做呢？前面好像沒什麼位置讓我停下加速上，哇，這裡這樣下來就死定了，基本上試一下我不要咁样穿过去啦，喺后边慢慢上。
哎呀，点解呢个委会？最淫賤嗰間啊！呢一下真係差啲就可以。过 Andy 噶啦 ，City 啲女女正关你咩事？应该系 Poly， 点解系 Poly 嘅？因为之前嗰单嘢，但系嗰单嘢嗰两个系内地生嚟噶喎。哎呀，哈哈，啊，啱啱好过到 Andy， 算啦吓，好唔好啊？等阵先睇下 Alan 过唔过先，过到咁啊算。哎呀，过唔到 Alan 啊，差两米，差嗰两米，再嚟，我过埋 Alan 先。啊，我睇下用第二架先，用下呢一架，唔得喎，原来。呢一架先，你连女同学都识唔到，佢哋可以识咗冇耐就喺条街度玩，系嘅咩？嗰两个唔系，不过人哋去玩，即系佢识嘅地方唔同啊嘛。你试下咁样跟佢哋去嗰啲唔知咩地方玩，玩完之后咁应该都可以喺条街度。但系认住只 game 个配音好似系 L O L 某只英啊，你听惯嗰啲 E R R 啦，冇听咁多啊，冇认噶。等一阵你以后听到呢啲 E R 都觉得自己玩 L O L 咁就话俾你知，即系你知道有阵时喺床上面都会听到噶嘛呢啲声，会突然间谂起 L O L 咁啊，真系做咩？哇！哎呀呀！啊，好彩，差啲跌狗。哇！哇！呢一下真系～我又破了 Andy 同 Alan 啦！哇，贏 Andy 百幾米添喎！咩地方要熟人帶嗰啲，你連同學都唔識啊！帶你去 New Way 嘅人好唔好啊？我咪成日約你哋去唱 K 咯，你又唔出嚟喎，你中意啊？
嗰啲地方咁現充啊，毒領見到都驚，點會去？聽到都驚。哇 ，Andy 仲有玩喎呢度，佢真係玩咗好多關。哇！繼續加油！都係用翻呢一架先 ，Roach， 我好中意呢一架。我點解我慢佢哋咁多嘅？冇理由嘅。喂，冇理由慢佢哋咁多嘅喎，我唔信。Poly City 都叫平民學校 ，HKU 真係咩啊？即係仲激烈啲啊！你係話？其實間間 U 都有呢啲嘅。你哋講緊咩啊？系啊，呢个过唔到嘅。佢哋系咪用第二部车啊？冇理由。哎呀，原本有机会赢噶，有机会。Andy 啊，頭先差少少，点解会撑落去？HKU 好多人睇家底。呢下啦，頭先我贏嘅嗰一下就係因為呢一下。等等啊，你講緊咩成績嗰啲啊？等陣先。
你識有個中堂，第一次 DSC 差過你，第二次好似幾條五星加埋阿蘇爆四入咗 HKU 啊，之後就冇見過。話唔定人哋入到去入到 U 之後都好 hea 咧，好頹咁樣。不過好難講啊，佢哇！冇人爆四，佢可以爆到四啊！咁就抵佢入啦。出嚟啦！都系差少少，爆四嘅意思系咩啊？即系全 A 啊？因為有些阿蘇咧，佢 GPA 最高是 4.3 噶嘛，咁你爆四是講緊即係超過四啊，定係係即係滿分是四嗰啲，跟住佢真的去到滿分。你個班得一個人入到 HKU， 所以冇咩揾你哋。你是 space 係咪啊？通常入到呢個港大的好似都是 space 嘅，因為我都聽到有啲同學咁，佢之前係 space 嘅，佢都話有啲人係喺 space， 跟住係入翻 HK， 而且個數目都唔係話好少，即係唔係話成屆得個一兩個。唉，贏不到那個人啊，不過我贏了 Andy 啊。有啲 U GPA 4.5 啊，咁高嘅咩？可以爆四，搞掂啦！我打贏咗啦，打贏 Andy 啦，下一關。你以前我間得四，我都係。尋日先睇到有個 post 好 sad， 有個老師三個 master 都係合約老師，做咗冇耐，原來續約失業兩年啊，因為 CV 太勁，最後自殺死咗，唔係啩？哦，我記得啦，我知邊個，我都睇到嗰個新聞。HKCC A 加是有 4.5 的，原來 4.5 真的存在，但是 A 加的人多不多先？因為如果你說 A 加其實都是即是等於其他學校的 A 這樣，那你要爆4真的不難。喂，點解佢哋
飛得上，我飛唔上。喂，點解佢哋飛到上去，但我唔得嘅？佢哋做咗啲咩啊？陰功咯，我諗係佢哋架車唔同，即係睇唔到佢哋係咩車。冇冇，哇！你即係逼我減速。Andy 同我同一命運，我睇到去到嗰個位係會卡住。而得嚟 Andy 係用我同我同一架車喎，所以佢都咁話。可能我要出去換車。多數都是 Mingman 爆射，他們 A 加和我們 A 差不多，是如果你這樣的話，其實爆射都不難啊， 4.5 那些啊，阿蘇的話，阿蘇如果 4.5 是滿分，爆射我覺得真的不難。其實我不明白為何會有些學校它的底分不是不統一的，A 很難拎咯，我講緊阿蘇啊，不是 U 啊。当然要转一转，要转一转架车。佢哋可能系用紧嗰架四轮车。喂，唔得啊，真系唔得啊，唔够马力上啊！我睇下转一转车先。阿苏 A 真系唔难睇啊 ，Top Brand。中途爆盡是四都不重要，他在四完了 DSE 都好好那堆感人 HK。 是啦，可以用这一架试一下。我六點收台了，應該我原本諗住今日多啲人咧，可以玩下白貓啊，或者玩下 Troll 添，點知都係嘅，係啦，係呢架車先夠力嘅。我咁 Andy 佢好有成長空間喎，喺呢一關。哇 ！Helen 後來居上，搞定！哇，做乜咁嘅？哇，有咩事啊？个重点系你就唔算，
你就算唔一边读阿苏一边考 DSE， 你就系拣一样都唔会有佢咁好嘅成绩啊！咁如果一个人真系得起心肝，可以一心一意去做，即系去斋读书嘅话，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攞到好成绩嘅。你睇我呢啲粉肠咁样成日挂住打机，咁成绩一定唔放好去边噶，系咪先？你哋系咪？有边个可以？即真系试过话，你一心一意斋读书，系啊，读到黐晒线咁款，最后个成绩系差。我谂，即系你话 DSE 都未去到咁嘅程度啫。就算 A level 都系噶。依家唔一定升 U，VDC 依家都搞得几好，有新读书，啊，我觉得 OK 喎，真系。即系就算 Ivy 嗰啲咧，好多例子噶啦，就系读完 Ivy 出嚟，人工仲好過你讀 U 喎，某啲行業架車咁飄。睇嚟 Andy 係一路都冇轉車，佢仲係用緊嗰一架，仲係用緊嗰一架電單車。我呢架車做花式好核突，重炮頭。我點解？睇嚟唔飛咁高係好啲咯。爭少少。月入百 K 咁讀書啊，咁正，讀書都可以月入百 K。啊，不過都要睇下你後邊。看看 你前途是如何。好飘啊，架车真系。哎呀，前面咁鬼靓，啱啱嗰度可以赢佢哋十几秒都可能仲得喎，估唔到系衰收尾。哎呀，飞太高啦，飞太高了。啊，靚啊呢下。喂，搞定。
好啦，我又破 Andy 啦。依家有啲 U 畢業出嚟都係得八 K， 好多啊，好多工都係咁樣噶喎。神科唔計啊，普通通通啲科，多數都係做翻 office 架遮下嘛。我自己讀緊呢一科咧，個做嘢前途都係一般般，我都唔知點算。有啲人係讀完就做翻嗰行，一定冇十 K 啊！啊，即係點樣點樣啊？做翻自己讀開嗰一範都會冇十 K。喂，有冇搞错？临冲线嗰下你先，花马认真搞啩，接接接接接，今次應該上唔到啦，得唔得？完全上唔到啊！我點解 Andy 可以咁樣飛到過去咁快嘅？睇嚟呢啲牆要轉翻做電單車好啲啊！呢一架冇乜用。出去轉翻單車先。哦，你話又唔做嗰行先會少錢。又係你啊 ，Roach， 基本上冇底，你係讀電影嗰啲博士。你嗰科等貼錢 media 呢啲唔係即係你自己有創意嘅話，咁就不得了嘅咩？我點解咁虧嘅我哋？哇 ！Andy 捉到嗰一下路啊，弹到超远，我都要捉嗰一下先得。佢你架车个马力真系大好多，唔系讲笑。Andy 嗰架系咩嚟噶？点解我咁亏嘅？香港講創意啊，可能要自己做老闆啦。呢兩架最需要用得，冇咯喎，係咯，佢係逼人用呢一架嘅喎，點解 Andy 咁勁嘅？點前依打唔打得贏呢？打埋贏呢關應該爆機啦，真係我破咗 Andy 好多啦。係理學、文學定文理啊？
你咪問緊阿李俊賢。呢一度如果上到佢，應該會勁好多，快好多。點解咧？點解會上唔到咧？頭先我上咗兩次嘅咯，依家上唔翻添。哦，我知啦。要在前面這個飛下去，然後打斜插過去，這樣才做到。等等，不知道。行不行？行不行？哎呀，差點啊。不是喔，是真的差點。都是沒有 Andy 錯得那麼好，為什麼他可以這樣錯？这个位置是浪费了那个加速。你不明白你自己的读紧是什么？你学生证没有写着的吗？李振宇，你看看你学生证写着是什么？得啦得啦得啦！哇得啦得啦得啦！哎，上到啦应该。拍照啦！哦，真系啊！嗰个位如果上到咧，会劲好多啊！成个佢可以食晒嗰一下加速啊 ！Andy 食咗好似一大半啫，都已经飞咗咁远。只要上到，佢应该都赢。死啦！李俊賢，你係咪咧？即係入錯學校嗰啲啊？你係咪俾人困咗啊？你有冇 check 過你 City 其實係真係有呢一個 degree 噶？之前咪好似大陸啊，有啲人係收，即係出去收生嘅，跟住咩啊？講到佢最後讀到畢業啦，然後先發覺有古怪啊嘛。原來間學校根本就冇嗰啲老師，冇呢一樣嘢嘅。只不過可能係嗰個教授，即係教書嗰個咧，即係佢精通曬學校邊一間課室就係冇人咁樣，跟住成個嗰啲組織喺嗰度。為什麼做不回來？你最好查清楚啊，李俊賢。
這個真的是一個建議，你要 check 清楚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樣東西。Bachelor of Science， 那就是咯。可能有埋嗰啲內應咧，你以為你可以上到佢個官網 check 到咁就係，可能有內應㗎咋。有政府資助就 no problem 啊，啱啦，係啦，你俾嘅學費貴唔貴啊？呢個重點啊，冇錯。Lock Eleven 你講得好啱，重點就係學費，你學費係咪俾好少嘅先？如果你學費比好少咁啊，應該九成冇事啊。但如果你學費貴到嘔企咁樣咧，咁就好重。哇！呢關仲難玩喎，我覺得。虧。四年比咩啊？四皮一年正唔正常啊？咁你总共读几多年啊？有资助都呕茄，有资助咪预大约十万内咯，系咪啊？十万内都应该系一个正常嘅价嚟嘅。Yeah! 啊，睇下你读几多年啊，都系。都是上不到去的，算了，上不到去。究竟 Andy 为什么可以捉到那一下呢？我不明白。放完暑假就 Final Year， 跟我一样咯。啊，眼系差少少。呢架车其实都几得意。开学就要想 FYP， 我已经开始紧啦。FYP 真系好消耗你嘅时间、精神、体力。冇暑假要讲 credit， 我都系有读心啊四嘛。哇，靓啊今次！嗱，唔好再犯任何錯誤嘅，應該冇問題啊！哇，咁都冇死到，不過都太慢啦。四月尾咁早放，唔係都係差唔多咩？我都好似接近，我都唔記得添。你讀埋深 Sam 都唔夠 credit， 一定冇得畢業咁慘。佢有冇限你一個 sem 讀幾多 credit 先？你應該可以加到去廿幾個 credit 嘅喎。不過睇你自己頂唔頂得順。
FYP 唔係 stand for final week project， 邊有可能啊 ？FYP 點會可以去到最後，即係真係臨急抱佛腳咁做啊？難啲喎、啊！我讀嗰科係咯，我讀嗰科係唔會有呢樣嘢發生，一定要不斷做，一路做。啊！呢度我要做嘅系用呢一下跳过第一个，系啦。跳过第一个，Why for week？ 上，喂，差咁远嘅，点解？傻咗啊 ？Why for week fail？ Final eek project， 系我都冇谂过。Final you project， finish you 啊，应该。Finish you process， 咁又未去到会 finish you 嘅，即系你就算 FYP 都好，你都可以即系唔使话做得咁扯嘅，即系低分啲，只要合格，你最后 OK 咁得咯。都唔靓，都系跳得唔靓，点解？诶、欸、啊，呢下靓啦，会好。有冇 City 嘅巴打平時陪你食飯？點會仲揾巴打陪食飯㗎？李俊賢，你梗係問斯打啦，即可能話唔定 chat room 裏面有啲隱藏斯打喺度咧。即雖然可能嗰個機會真係好渺茫，渺茫過中六合彩，但係你都要去試下㗎嘛。你又留低你嗰個聯絡電話，你又話即如果真係有 City 嘅。女孩子喺度噶，約你食飯咁樣噶嘛。我得錯咗啲鞋，應該跳唔到。City 仲揾巴打喺度。不過李俊賢扮曬嘢噶，大把大把女女噶，成日話咩自己有當有呢樣嗰個，又係咪又係成日出去陪女咯，扮曬嘢咁樣。點似得我呢啲真毒啊！你睇下，禮拜六日我都係喺度開台嘅咋，就係打機嘅咋。OK 喎，好似得喎。哇！翻個筋斗。你行翻學嗰陣時就見到好多女女，好多啊，係咪啊？係咪好多啊？講咩啊？啊！我記得我自己咧行過九龍塘嗰邊，即係都係出去唔知城大啊，定係浸大嗰邊咧，有個地鐵站咪即係向。Yeah!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啊！
啊？點解啊？同女女打邊爐。其實未夠鐘，咩未夠鐘啊？喂，係喎，六點咯喎，收台咯喎，我估唔到過唔到呢一關。喂，有機會贏 Andy 啦！差少少咋？哇 ，Hello 啊，博士，可以用 low 同 mobile 睇啊 ，Sound Only J 声。我依家我把声都唔同咗啦，系咪啊？都冇得点 J 嘅。之前都冇得教画质啊。贏不到 Andy 啊，搞到我好不想收台啊！呢一關，我一定要贏到 Andy 我才收台啊！ Yeah！ 啊，博士，你會買嗰只咩啊？麥提沙十九號啊，定九號啊？叫做咩啊？即係洛克人佢嗰、那個係咪都係佢嗰間廠定係佢嗰個開發者？會出的一隻新 game 嘛，玩法同洛克人差不多。唉，我贏到 Andy 喎，真係。有冇女台主好 J 啊？台灣嗰啲我咪同你講過好多咯。大把啦，同埋依家暑假咧都好多女台主開台啊！你喺高登嗰個 post 都見到啦。即係啲咩女台主打機啊，女台主 LOL 啊，好多喎、啊。即係你覺得嗰啲小妹妹你啱嘅，你咪去睇咯，好多啊。你聽吹水多，我依家睇台都好少睇人打機，因為呢排冇乜特別嘢，食唔到嗰一個落斜加速位咧就。女台主成日 LOL 嘛，系咯，我点解嘅咧？点解依家啲女仔都系玩 LOL 多？好奇怪！以前啲女仔中意玩嗰啲，即系好似 Candy 姐咁样噶嘛，即系可能玩一下啲 SimCity 啊，系咪 Sims 啊？跟住玩一下嗰啲剧情类嘅文字类嘅游戏啦。哇 ！Andy 快我好多，搞咩啊？哇！我以為冇事添，嗰一個位。我不如我都係唔好去執著喺。向上嗰條路，我覺得上面嗰條路真係 number 九 Kickstar 嗰陣已經貨咗$400，咩嚟㗎？哇！今次好似唔錯喎，真係唔知道 Andy 點解可以。行下路都可以咁樣上到去嘅咧，點做到嘅咧 ？Andy， 我等一陣去偷睇下佢點玩嘅先。電競真係冇乜人睇啊！我覺得係你自己有玩開咪 OK 咯，即係 CS:GO 有陣時睇都好悶噶。不過我自己有玩開咁睇高手玩，我覺得都 OK 嘅。K
Kenny 姐唔係男仔嚟咩？唔知啊。呢度我都唔夠力上，唉食屎啊！得啦，都系唔得 ，Andy， 哇咁样快我超多，快我几秒啊！我照向前玩下先。咩卡文 BB 都系男，我一日过唔到 Andy 啲女女就要等你先打边炉，未必等你先打边炉。男人老狗叫卡文啊，卡 man 啊，可能读卡 man 喎，你搞错咗啦，车佬喎，系咯，车佬点会系女人呢？跟车仔。跟車仔怎樣，跟車仔有什麼問題？都是打份工而已、啊、這樣撞不碎。明明開頭我可以快過他們的嘛，為什麼後尾我會被 Andy 追到？是這個位置，真的這個是關鍵的一刻。你看 Andy 他吃完他這一下加速之後呢，快到好像坐火箭一樣。啊，前面有沒有可能追到 Andy？ 沒有了，完了了，已經咁樣上到嚟都冇鬼用。哎 ，Hello Segary， 偽毒點俾女食啊？哎，阿 Seg 即刻現身說法嚟講，究竟咩係偽毒啦？最在行啊，偽毒，阿 Seg。你睇下，點解 Andy 佢可以食到正曬嘅咧？我係完全食唔到嘅呢一下。你上唔到，你都唔好撞埋佢啦。太早跳，那個位置我冇得控制的，我都不想咁早跳噶，我都冇辦法。Andy 是不可以超越的男人，哇！突然間升價咁多嘅，佢至於開台噶咯。
你打都系唔得噶。我怀疑 Andy 唔系用紧我呢一架车喎，边有可能佢会快咁多？你睇下，佢系比所有人都系快啲噶。佢嗰架究竟系咩车啊？做緊 GE100，係啦，過到大，好似病屎咁樣。哇！你睇下 Andy 呢度，佢系好似开咗外挂咁样。算啦，不如我唔好练去跳上面嗰条路咯，我觉得我应该冇乜可能过到去嘅。我哋下面呢条路算啦。我唔想上嘅时候，你又同我去到咁高。真系啊 ！Final Year 读 GE。嗱，唔錯啦，今次。唉，點解呢度都係唔夠 Andy 嘅咧？究竟佢食咗咩藥咧？硬係差少少喎。我仲要每次都係過唔到關嘅喎。佢系用紧一开始嗰一架电单车。我决定我呢一铺之后，我都要睇一睇 Andy 究竟系点玩法先得。佢咁啱呢一个位又系食正咗佢个加速啊，所以可以咁鬼快。就我要睇一睇 Andy 喎。我要睇一睇 Andy 究竟佢系点玩法嘅啫呢度。啊唔得，要出翻去先可以。系唔系架车太重？嚟啦，我哋要睇下 Andy 究竟点玩法。搭半啦已经。
哋嚟睇下究竟呢个神之 Andy 系点样做到咁劲嘅。佢都系用呢架啫。你睇下佢呢度仲要冇食正个加速，即系佢如果食正嘅话，仲可以快好多。嗱，呢度都系正正常常啦。啊，呢个位食正咗，哦，佢食正咗呢度，所以可以咁样跳。你睇下呢度，跟住又食正埋啊！即系主要系呢三个位，所以佢就可以。看來我要贏他的話，是所有下斜的加速位都一定要完美降落，那我才有機會會贏到他。好啦，試到六點半啦，不得就算啦，那我自己再修練一下先，再打底。明明前面的 Andy 都沒那麼厲害，怎麼突然間變得那麼厲害？这一下我可以吃正的，通常是啊，这里我已经是快 Andy 一点了，是啊，跟着我这个位置就吃不到。什么将军澳猫红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啊，吃鸡肉饭。六點半就會話試到七點，唔會我好肚餓，我想食飯。我今日食咗好少嘢。哎呀，快得滯！哇，但 Andy 已經喺我後面。啊，你睇下呢度已經快過我啦，就係差咗少少咋。哎呀，前多啲啲，食唔到添，系得滞。第一下食咗，所以食唔到 Andy 嗰个位置，唔系餐仲有好，呢度都已经减个速噶啦。哎呀，做咩啊我？哎呀，大得滞啊！点样减速啊？怪住讲嘢。得啦！哎呀，仲系差啲啊！你睇下呢度 Andy 佢系可以直落啊，主要就系呢一个位。如果头先我得嘅话，我已经赢咗啦，应该。当然要顺利过到啦。
一招啊，连掂都掂唔到。咩发脾气？其实会不会关个角色事啊？因为我的角色嗰个头盔咧有几只角啊，可能个驾驶员个重量会令到架车即各方面的性能都会减少一下。得唔得？得唔得？食唔食到？食到食到！啊！冲！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前面那个粉墙停在这里，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啊啊！差少少，差少少啊！差零点零几秒咋？看看差几多先。零点二秒啊！搞错，搞错啊！系喎，我哋睇下世界第一点玩先。我哋睇世界第一点玩，跟住之后学嘢。Andy 在我头上就知道了，然后我们看看世界第一究竟是怎么玩的。36秒，都是快我们不够10秒的。来啦，世界第一，应该都是用这架4轮的车，如果不是不够马力，是啊，哇，牛角山羊，嗱呢度都是一样啦，同我哋正常咁玩啦，系啦，跟住呢度都是要特登食咗呢一个食晒佢，哇，佢上埋去，点解佢可以？哇，黐孖筋，哇！看來是不是要玩花式先？哇，佢咁样弹落去喎，呢个位系。嗱，呢度应该人人都系咁样噶啦。最尾嗰个位一定系好慢。好啦，咁剩翻最后5分钟。我试下玩下花式先，可能玩花式真系会有机会会帮助到我。我同世界第一个样都差唔多啫嘛。虽然慢世界第一6秒啊，
但系我终于都打赢咗大佬啦，终于都打赢咗。哦，剧本啊，又系传说中嘅剧本。你睇下，我快 Andy 0.7 秒啫，嗰、那个 rank 已经高佢16000。是时候要赢世界第二了，不可能啦、啊。其实这只 game 呢自己玩真的很正的，会玩到不想停的。不过你们看呢都应该都挺闷的。除非你们都是有玩，然后我是玩开花式那些，你们应该会觉得好看。如果不是都挺好啦，咁啊啱啱好啦，6:30咁心动。迟下呢我们同其他機友會玩下白貓啊，因為 off PC 又有玩，我哋可能四條友咧就可以一齊開台玩下白貓。做咗世界冠軍之後唔養你，冇 PS4 買啦，係時候買啦。好啦，咁啊大家快啲去食飯啦，聽日就準時翻工翻學啦。好啦，咁啊，大家就见，拜拜。我今日破咗好多个 Andy。好啦，再见，拜。